寸寿司转啊转，每一盘都看起来秀色可餐。还有一盘，汤哦。这张照片来自 Twitter 一名署名 GashMW 网友所贴出。只见这名穿着印有 Osaka 字样的白衣男，将带着男性真操所的小老弟摆放到餐盘上，甚至还用筷子固定住。看过照片的网友进一步比对餐盘花纹图形，质疑遭恶搞的就是这间来自日本的藏寿司，大骂男子超级没卫生。但藏寿司看过照片后表示无法回应，感觉这张图片应该有在另外经过辨识，所以品牌这边没有办法做辨识，因为我们上面其实是有写 logo 的。而贴出鸟鸟寿司的网友先是贴出照片，最后甚至连账号都删掉。警方表示，在公共场所露出下体拍照 po 网，已触犯刑法公然猥亵、散布猥亵物等罪，可处2年以下徒刑，将主动追查，并希望民众进一步提供线索。地方中心没有30公分就别线了，报道。